经过一年多的筹备，休斯顿首届灯会2015 Magic Winter Lights 冬季梦幻彩灯展将于11月20号在 Sam Houston Race Park 盛大开幕。10月30号，美国主办方 People Generation 举行媒体发布会，介绍2015冬季梦幻彩灯展的相关筹备情况，并回答记者提问。请看来自杨笑的报道。People Generation 活动协调人 Nicolette 小姐首先通过一组幻灯片向媒体介绍2015冬季梦幻彩灯展的相关情况。由美国 People Generation 公司主办，四川品聚上岭文化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投资，四川自贡灯贸股份有限公司承制的盛大灯会展2015 Magical Winter Lights 冬季梦幻彩灯展将于11月20日在休斯顿的 Sam Houston Race Park 亮相，其展出时间横跨感恩节、圣诞节以及新年这三大节日，于2016年1月10号结束。连续52天的 Magical Winter Lights 冬季梦幻彩灯展堪称海外灯展史上的桂冠，包含最大规模、最大投资、最多灯组、最新设计以及最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。People Generation 创办人兼董事长程于思在采访中介绍说，四川自贡的灯会以大型的灯组来体现中国民俗的建筑特色，是中国文化的良好体现。此次灯会展将由七大彩灯主景区组成，超过100组设计新颖的灯组，所有灯组均采用环保型的材质，全手工裱糊，为游客打造一个内容丰富的东方迪士尼。以前呢，可能也有一些灯会在就是说在美国搞过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呢，是我们要立志成为美国最大的灯会，而且呢它的材质很多也采用了环保型的材质，另外呢我们还有就是 3D 的技术，还有呢很多灯也是可以互动的，所以不是光看，你还可以走进一些灯组，而且呢很多灯组也有一些小的一个部分可以让你让小孩在照相呀，或者是可以亲手去摸呀，所以说这些灯组是可能是其他灯会没有看到过的。游客不仅可以在圣诞集市中感受到欧洲所洋溢的圣诞气氛，领略伦敦桥、悉尼歌剧院这些特色建筑的卓越与辉煌，更可以在亚洲展区，特别是在中国戏剧大舞台营造的新年气氛中，感受到中国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，体验到亚洲颇具特色的美食。美洲区以 NASA 的火箭灯组为游客展示了休斯顿航天科技水平，同时展现了球迷们喜爱并享有超高知名度的三大球队、著名运动员的风采。孩子们还可以在侏罗纪公园的火山旁边观看到绝技恐龙，给参与其中的孩子们带来更多的震撼与欢乐。这一次的 Magical Winter Lights 灯会呢，它一共包括了几大区域。那么我们想创造的一个结果呢，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像一个在世走遍世界，一晚上走遍世界，但是是一个灯的旅行。所以呢，这些世界的板块呢，有亚洲、欧洲、美洲、非洲、大洋洲，然后还有一个恐龙世界。那么这一次呢，当然灯呢是从中国来的，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，所以我们也想把亚洲的这个区域呢也稍微的highlight 一下，就是说亚洲的这个区域我们有非常漂亮的，就像你在这边看到的这个天坛。那么我们所有另外呢，除了灯以外，我们所有的表演也都是中国的传统艺术表演。那么这些传统的艺术杂技表演主要也是来自四川的，所以我们有什么变脸，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杂技表演，所以是非常精彩的。这些演出呢，也是你买一张票看了灯也可以看这些演出。